大家好啊，我是 Eon， 依间是我最喜爱的炸鱼薯条店，并不是乜嘢网红店，只是一家氛围朴素的炸鱼薯条店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上阵子只是做外卖，堂食差不多关了半年以上，今日总算重开堂食，适逢太座今日大发慈悲揞荷包，又有机会食餐饱了，就点了两份不同的鱼来两人分享分享。讲到炸鱼薯条这个 fish and chips， 大家就会第一时间想到英国，如此闻名天下独一无二的炸鱼薯条，你又知不知道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呢？据说是由一名犹太人发明的，就用啤酒和醋来代替水离开面糊，将鱼染上面糊来炸，吃起来香脆无比，再配上不同口味的调味酱，这样东西可以说是英国人的骄傲。第一款摆在面前的就是 cod， 即是鳕鱼。鳕鱼属于炸鱼薯条中最常见的鱼类，是大部分炸鱼薯条店的灵魂。现在餐馆饮得几周到，因为很多那些酱汁都不可以共享，唯有改用包装，大家安全起见，这些避免。首先要吃的呢，就是要擠啲檸檬喺面，薯條嘅配搭咧就係要加啲醋落去。啲英國人話加咗醋之後，食落口嘅口感咧會更加鮮甜。仲有一樣嘢唔可以缺少嘅就係鹽啦，跟住落嚟咧就係喺傷口上邊撒鹽。OK， 試一試佢先。看看肉質雪白，外皮薄而酥脆，你亦都可以配搭下呢啲咁嘅經典嘅 sauce 啊，個醬汁 tartar sauce。呢個 tartar sauce 就用啲 mayonnaise 啊、雕草啊、檸檬汁啊、芥辣啊，同埋地中海嘅酸豆嚟配製而成嘅。睇到咁嘅狀態，係咪想整翻啖先？呢個咧就係 cod 嘅肉質啦。你睇个肉质，一片一片，有啲似嗰啲梳子肉嘅状态。以前英国嘅鳕鱼咧，都系嚟自呢个英国嘅北海。现在大部分嘅鳕鱼都唔系嚟自英国嘅海域，因为英国海域嘅鳕鱼将面临绝种，因此咧就严禁捕捉。所以现时嘅都系人工养殖嘅品种，鱼味同甜味都一般，并非好突出。呢种叫 lemon soup， 佢系一种又平又扁嘅鱼。中文名就叫做檸檬碟，但是它沒有檸檬的味道，它是屬於一種比目魚類。肉質方面呢就比較細膩，而且非常甜，特別圓滑。這個種類的魚呢，在英國的炸魚薯條店裡面一般上都是稍微貴的一類。聽一聽個聲音，你就知道有幾酥脆的狀態了。這麼大份，你說是不是齋吃條魚就已經飽呢？这个 lemon sole 的肉呢就比较薄啲，但是很甜，肉质非常甜，很嫩滑。给你听下那些脆的声音。是不是很脆啫？我试过很多的炸鱼薯条，但是普遍来讲都是皮那个炸浆就比较厚。这一档是我最喜欢吃的，它的炸浆不会太过厚薄，而且吃到尾之后的皮仍然是那么香脆，正。薯条好够粗，吃落口好有口感，好清甜，薯仔的味道全部爆散发在你的口入边。如果薯条咧切得太过幼，那种口感就冇咁澎湃噶啦。炸鱼薯条嚟讲咧，喺伦敦咧多不胜数，各有各嘅优点，各有各嘅味道，连个炸鱼嘅炸浆嘅脆浆
都唔同。我試過好多間，有啲俾我感覺咧個皮就太厚，炸出嚟之後咧就油淋淋，成嘴都係油。依一家嘅俾我咧就適中，出嚟嘅油唔會話好緊要多，唔會食到你成嘴都係油，而且個皮炸出嚟咧。佢嘅炸漿嘅皮就比較薄，啱啱咁黐住個魚肉，一咬落去嘅時候，魚肉同個皮爆炸出嚟嗰種味道係好有標嘅，好平均，個口感好好。炸魚薯條魚類繁多，要厚要薄，要平要貴，任君選擇。所以話食嘢就封建由人，貴有貴食，平有平食，撇開價錢唔好提。最重要的是自己不用付钱，同埋你的舌头同你讲赞好味道。